今天是三八妇女节，妇女节我们不快乐，不快乐，不快乐。新移民是人，不是货品。新移民是人，不是货品。请尊重台湾新移民子女的妈妈。请尊重台湾新移民子女的妈妈。台湾是我家，我们要幸福。台湾是我家，我们要幸福。我们要平等对待。我们也是台北的市民，我们要幸福。我们也是台北的市民，我们要幸福。我们是人，不是货品。我们是人，不是货品。